好吧，你唱首歌吧。唱首歌。你最喜欢的歌？我唱一首我的新歌吧。嗯。哎，我还在等着你说，谁又能知道我的忧愁有几多？当你说，我也说，我还在等着你说，等着你说。可以了。走到这里并不值得。当你说，我也说，没有人能解脱，把心里的话解锁，也找不到结果。想着不同的视角，到底是谁的名字自然？你是我吗？我的歌，让我无法自拔。我摸不清你的脉络。啊！好了，宝贝儿。等着你说，寻找更多的夜色。哎呀，还想听吗？我还会一首。你是怎么死的？你可能都不知道。你没有唱歌之前是满分，你唱歌只有三票了。哦，好吧。请您出去，带着你的箱子。是因为我替他摁了很多灯，我是觉得歌唱得太难听了，而且非常有自信一直唱下去，是吧？但也没有很难听啊。啊？蛮可爱的呀。看刘真的就说很可爱，你要看他唱歌的真诚、真心。最后决定。最后你的决定是什么？最后我的决定是唱自己歌的那个人。走到这里并不值得。好的，走，小周，今天大表哥带你去玩去啊。好，那拜拜。谢谢你们。